神透过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的心一天来预备我们要听传道的讲道，还有我们的诗歌分享会。好，先等一下哈，这个 PPT 的那个制作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”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。持续敬拜我们的神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。
的持续的要敬拜你，持续的要敬拜你。我赞美你。好，我们就站立，继续来敬拜神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牧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牧神。诗篇62:5到七节。Thank you.
祭一样献上于神。好，会众请坐。